好，进入钓鱼教程，拜拜。来哟！哦，你好，你好，在打招呼呢。好，来吧，继续攻。我的珍珠石斑呢？到了，来看看是什么家伙。哦哦，哎呦，可能，哇，是一只吴哥鱼。小的很漂亮哦，吴国鱼。哇！哦，一夹到冷冰。哦，中一只，用小棒中一只。不可以夹在那，要夹在骨头的地方。对，然后再去转，转方向，对，逆时，逆转很好。水哦，然后这个，那你先把它装网子装回去。这个 ，OK， 好，来你把包包要不要背着？不要，你是不想背对？也有点重哦。好，那就交给你放生啦。OK， 小心哦。OK， 放鱼哦。包包。哦，我的网子哦。不要去敲石头，那个电镀的，你把它反过来。好，有温柔的。波波。我们的钓点被毁了，他把鱼赶过来。哎，中鱼吗？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很好，很好。杆子不可以直钓，杆子往上提。对，珍珠石斑，哎，你中石斑了。王志，快！王志，对对，右边右边快，我怕解钩了。不要紧张。哦，哎，不要提，不要让它提那么高。对，对，好。哎，这只 不小哦，你可以拉过来这边吗？哎，让它冲，让它冲。啊，你这样它会脱钩。那所以我现在怎样？你一鼓作气把它进网子。哎，珍珠石斑，上岸了。恭喜你中了淡水石斑鱼，恭喜恭喜！你脚刚刚线稍微一松掉，它可能就脱钩了。哦，对，耶 ，Hello， 这叫珍珠石斑，确实哇，蛮漂亮的，恭喜你，耶，放掉了，拜拜，开心吗？赞，爽啦！哎、欸，好，他这边施工，我们再往上一点好了，不然鱼都快吓死了。哦吼，你好你好，哇，这只少说三四斤了、啊。珍珠石斑喜欢躲在岸边，也不一定啊，喜欢躲起来。
程度示范。哦，要去哪里啊，大哥？耶，终于中了！呜呼，哇，啊，这是有点太大了吧，大哥？哈哈哈哈哈！哇，这只真的好大。这我没办法帮你。哇，它会脱钩吗？哇，拉起来了。应该是不会。不行不行，这只太大了。这只真的有大，这只真的有大，哇！这是怎样？我要钓野鸬是不是啊？你有看到吗？有啊，超水。这里，就到这边就好。小心哦。来吧，来吧。可能要提线，你稍微提一下线。啊，他要冲的时候，记得把线让给他。哦，是呀，我靠，超大，这是超大的，他眼睛瞎掉，难怪会吃我的饵。不要这样，珍珠石斑有个非常大的牙齿，你手放进去就知道了。后边，这是我的珍珠石斑的记录了，这只，哇，好大哈，哇。这只多大嘞？我来稍微量一下，这样子40，40的珍珠石啊，40的珍珠石斑，太扯了吧！猛猛的，好了，换我再去开工了。好，那网子给你好不好？好。好了，我要放鱼了，拜拜。太棒了，太舒服了，真的很大这是我珍珠石斑的记录了吧？40。应该是对，是记录了。之前记录都只有35而已。哦，太舒服了，继续。看那珍珠石斑冲过来咬没咬到？哦，中，哈哈，给你两次机会就中了吧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，舒服。可以可以，这只小很多。好像从石头缝冲出来。哇，第二杆那个动作有够敏捷的啊！漂亮漂亮 ，Yes 啊！我还是需要钳子。哒哒，太小，拜拜。耶，受惊。鱼只有七秒记忆，3、4、5、6、7，太小。都是骗的。刚刚咬的超漂亮的呢！这只卵虫好强哦，可推可推，推一下。Made in Japan 呢？Made in Japan 的卵虫。干嘛？又是那一坨草。你刚刚左手有在线上吗？走！哇！哇！落水咬了，落水要冲过来，珍珠石斑。哇，咬得漂亮。
小朋友。温柔对待。做法。噔噔。背光。噔噔。小珍珠石斑。等我一下哈，马上帮你解脱了。哎呦，你要去哪？哎呦，哎呦，火沙啊！火沙果完抓去炸了，是不是 ？Nope。啵啵啵啵。想哎、欸，要不要回家了？干嘛、啊？还没啊？都还没撞个爽哎、欸！这么快就要回家？我想回家、啊。吃屎吧你！再来。哎呀，钓鱼就是这样子，钓鱼人的最后一杆都是骗人。我刚刚大概两个小时前问他说要不要走，好玩吗？好玩对不对？好了，反正今天中了一只超大的珍珠石斑，我中两只，对，富翔中了两只，然后还有五锅鱼什么的，对，轻松吧，爽啦。新手要中鱼其实是蛮容易的一件事，对，用对饵的话，好，那富翔不让我回家，我就自己在这里做结尾啦。好，反正富翔钓得开心，我就开心，而且今天我中了一只超大的珍珠石斑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讲？一起来钓鱼吧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，然后跟钓鱼这样。假如观众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我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或者是你们想要看到怎样的教学，什么东西的教学，对，然后我有哪里讲的不完整的地方，欢迎下面帮我补充。好，那就这样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没用啦，在钓鱼啊。好好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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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